经说什么？第二品，善现其性分。六祖汉金刚经，善护念，寻仇觅恨，金刚眼汉伐心，无权威，无主宰。下篇。金刚眼汉伐心，在须菩提问问题时，事实上答案就出来了。这是本经的精神不同于其他经典的地方。佛抓到这个主题，答案的两句话也是画龙点睛，所以禅宗祖师特别推崇这一本经，因为这一本经的经文精神特别。诸位要成佛，这两句话已经讲完了，问题与答案都在这两句话中了。善护念，善护主，这两句话等于许多同学问老师啊，怎么做功夫呀？我现在还在练气功啊，听呼吸，念佛，你好好教我啊。还有许多人去求法，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求个法来。法可以求来吗？有法可求吗？这是个妄想，就是烦恼。法在哪里？法在你心中，就是善护念三个字。善护念是一切修行的起步，也是一切佛的成功和圆满。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金刚经的一只金刚眼，也就是金刚经的正眼，正法眼藏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这本经翻译的很不同，来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分开的清清楚楚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很调皮，一边念一边看看自己，把善男子改成善男子，是一边学佛又到处玩耍的人，所以我们自称善男子，是心在散乱中的天下善人。这里讲发心，发就是动机，发什么心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阿耨多罗这四个字是梵文，中文勉强译为无上，至高无上。三这个音就是正，藐是等，平等，菩提是觉悟，连起来就是说要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但是文中的无上正等正觉之心不能包含全部的意义，如果就其意义翻译成禅宗的大彻大悟，还是不能包括完全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包括心地法门，明心见性，由世俗超越而达到成佛的境界，在行为上是大慈大悲菩萨心，是菩提心，入世救一切众生，在理上是大彻大悟，超越形而上的本性之心。所以三藐三菩提心意义很多，只能保持这个原文的音，让后世人自己去解释了。换句话说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一个普通人发心学佛。佛法与其他的宗教不同，认为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，不像其他宗教认为有第一因，其他宗教认为只有他可以，我们只有等到他来帮忙，然后还都是听他的，除他之外都是不对的。佛法既认为一切众生个个是佛，平等平等，但是为什么众生不能成佛呢？因为他找不到自心，迷失了。如果自己觉悟了，不再迷失，个个自信成佛。无权威，无主宰。佛并不是权威性，也不是主宰性。佛这个主宰和权威都是在人人自我心中，
所以说一个人学佛不是迷信，而是正信。正信是要自发自省，自己觉悟，自己成佛，这才是学佛的真精神。如果说去拜拜祈祷一下，那是迷信的做法，想靠佛菩萨保佑自己。老实说，佛不大管你这个闲事，佛会告诉你保护自己的方法。这一点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一样的，自求多福，自助而后天助，自助而后人助。换句话说，你自助而后佛助。如果今天做了坏事，赶快到佛菩萨前面祷告，说声对不起，佛就赦免了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在西藏的时候，虽然是佛国，也有做土匪的，抢了人以后赶快到菩萨前跪下忏悔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，下次钱用完又去抢了，抢完又来忏悔，反复来去，自心不能静，佛也不会感应的。所以一切要自求多福，佛法就是这个道理。因此要成佛，要找出自己心中的自信之佛，这才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经常告诫年轻同学们，你们以为两腿一盘就叫学佛，不盘就不是学佛，那叫做修腿，不是学佛。打坐不过是修定，是练习身心向学佛路上的准备工作而已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。那么真正的学佛困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善护念，这三个字也就是金刚眼。须菩提说，佛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不是指坏蛋们，因为坏蛋们不学佛。这一切好人们要想明心见性，认识自己生命的本来，求无上大道发的这个心，有个大困难，就是思想停不了，打起坐来妄想不止。有人打起坐来，不是想到丈夫，就是太太、情人、爸爸妈妈、儿女、钞票，不打坐还好，一坐下来，眼睛一闭，万念齐飞，这就是此生烦恼不能断，也是修行第一步碰到的问题。牟尼精舍成立宗旨，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，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，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治因果病，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，普度慈航。我们不接受供养，不收钱，不推销，也不强迫修行，只求能结善缘，解决您的问题。我们专解因果事件、因果问题治因果病，无论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家族、顾及、学业，欢迎有医生看到没医生，有神问到没神者，不妨一试。牟尼精舍地址：台湾彰化县西周乡朝阳村陆军路一段271号，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，欢迎来信电子信箱或搜寻牟尼精舍部落格。